的释放我们觉得可能性微乎其微，但是判很长也不太可能，可能一年左右，一年半年这样，缓刑也是有可能。嗯，哎，好，没关系。后面我看他僵持着，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嘛，所以后面想想这种架势应该不会拿我走，所以我后面就跟他们到了那个机场那个派出所那个办公室啊，那办公室，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为什么不让我走？他们就说领导说的。今天你说吴华英被带走了啊？对，昨天凌晨一点的时候，那个友军又说的吴华英被带走。从宾馆被带走了。宾馆被带走了，应该吧？昨天他不是已经到北京了？昨天我们送回门过去就全部给那个武警去了。站在这路边上，越来越好。传说怎么样？公平公正，允许大家旁听，然后旁边来的那些网友别把他们怎么限制来了，然后允许人家进去旁听，然后别浪费这么多警力，是吧？警察也不容易，大早上的跑上来。跟咱们记者一块晒着，比记者还辛苦呢，是不是？对这个法院有什么期望呢？就是对法院是希望他们能为正义说句话吧，不要沦为某某的工具。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你们。是几点半？九点。方便留一个手机号吗？是福建的，对，不是什么在北京发生的。对。那这么有一年才被逮捕了。啊，就是我也想知道。啊，而且他是不是也应该在福建？对啊。就是感觉北京警力挺有限的，然后法院也挺闲的，有时间替福建操心。所以他现在有没有律师？就是允许啊、哦？他是哪位？刘晓媛律师和韩英村律师。但是他们是证件是有问题的啊？没有，现在已经过了，通过了，通过了。之前有问题，之前有问题。所以他们今天会在里面是吗？对两个对 OK, 对谢谢。齐建祥，今年多大岁数了？26。啊，那妈妈只有你一个孩子。对。北京的，在青岛。哎哎。求个吉利，队长求个吉利。喂。哎，咱们那个无关的群众，咱要往后退一下，好不好？往后退一下，好不好？不要围着大家了，咱把路都给占满了，好不好？站一下。啊，对，我们在中间呢。站一下。咱保证自己安全吧，自己安全，别又没了。好，小齐在跟大家说话呢。好。不是您别跟那么大。在判我五年刑。好。你们是什么心情？别跟人说了，您保证完蛋。您别好，别再出事了啊。赶紧。
安人多还是现在人多？现在公安多，刚才就大概也有10个这个上访者来到，啊，现在都是公安多了。进来的嘛，进来以后呢，在那个司机就不理他，他就往前走，往前走呢，后面那个运输车骂骂咧咧下来了，去找他。那个司机想走装了，想不到前面还有一辆车，一辆运输车，他就逼他，到了到了，那回大摇人棒子打回来，那么打了以后就走了。那个司机也很难了，黑车就撞前面那个车，撞过去走不了的。后面我又那个开车门，我又走，他不允许，啊，再不走后面，我到这个路行不行？那我又赔钱了，我丢的。没让我给照顾我最多的不是发了昨天啊，最近平时楼道里啊，一般就两三个人。昨天啊，放课我带孩子下楼出来玩会儿，发现六七个，啊，然后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了。然后早上4点多，我们趁他们睡觉吧，跑出来了，轻手蹑脚的。啊，赵先生，满意。哎，您好，好，您好，哪位？我是只是普通的一个工人。不是保外就医，保外就医，你有病的保外就医，但是在经常。不会的，每天有二三十个人开，实际上一直在粗暴的触犯法律的时间一直是他们，一直是他们，这就是现状，这就是现状。为大家，纵观我们身边的很多的事情，包括城管执法呀、强拆呀等等等等，都是在严重的违反法律啊，把老百姓的权益根本于无物啊，就这么一个现状。法律应该在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我们今天的现状是不平等，法律就是为特权人服务的，为特权啊这个阶层服务的。他没有扰人权。钱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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